全运会我们完全囊括了东京奥运会339个小项，同时也兼顾了已经公布的巴黎奥运会即将增加的小项，像巴黎奥运会滑板、攀岩、冲浪、街舞一些传统优势项目，像跳水、体操等，设置了小年龄组。啊，我们也是想通过这种项目设置的改革和变化，及早的发现和储备巴黎奥运会的一些人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这次十四运开幕式做了充分的准备和精心的排练，力图多角度、多空间地展现整个开幕式的盛况。